花莲东洋国际同济会14号办理110年寒冬送暖的爱心餐会活动，邀请了90位北仓国小的学生们，让学生们享用烧肉餐，让小朋友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花莲东洋国际同济会为了让90位小朋友们体验一下吃烤肉的好滋味，14号并且办理110年寒冬送暖爱心餐会活动。而这项活动是由县与无建制营建的公益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在成长的阶段能够吃到香喷喷的烤肉。最后哈，各位这次的爱心的这个烤肉活动哈，跟这些我们的小朋友来做这个围炉的分享。那在这边感谢哦，首先感谢大家这些这来参与，能够吃到这个好吃的烤肉。那最重要的是让人家感到我们这个花莲县吉安乡相当的温暖哦。尤其是这个我们做的赞助的企业，都能够给予这个地方哦的学生给予回馈，那在这边也代表感谢，那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哦，这个万事如意。天气很冷哦，要记得要穿暖。那尤其在这个寒冷的这个春天、冬天哦，那可以感这个烤肉火锅啊，哈，相当的温暖跟温馨。再次的感谢我们的赞助单位，给予我们这个所有的小朋友感受到这个人间的温情跟温暖，让今天的一个岁末的一个餐叙能够让小朋友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享受所谓的一个烧烤的一个美食。那我想说小朋友都是很高兴的哈。为了表达花莲东洋国际同济会的热心以及爱护，北仓国小校长陈俊雄也颁发感谢状给花莲东洋国际同济会的会长以及干部们。小朋友可以说是相当的开心，慢慢体验一下烤肉的好滋味。花莲东洋国际同济会也预祝大家虎年行大运，健康快乐。记者中央，简报道。